庭张显汉，掌声有请。天哪！哎，好帅啊！你这，谢谢。来水了，来水了。昨晚上就来水了。早上七点来的。我睡觉激动，俩腿自己跑到鞋子上。谢谢各位吧，感谢各位，今天来的人确实不少啊，算是坐了很多人。刚才芳芳跟着老汉来表演一段，叫做说这么一段。哦，说了一段叫做芳芳跟老汉表演的一段。那是相声。我没说芳，我没说老汉推了芳芳一段。铁人也能推一轮。表演一段叫做《悬崖语》，表演得很辛苦，不错，下去休息一下，歇一会儿。哎，这场呢就把您换上台来。哎，到我演出了。哎，您也是一个相声演员吗？我突然，我是相声演员。相声演员哎，我总听他们说呀，说什么呀？都说你们相声演员见人多。哎，有这么说的。见人多。你们见人多。都是见人骂街的，这不是你们见人多吗？那叫见过的人多。哦，就是相声演员见过的人多。我们这边说完相声，那边出去浪去似的，就认识人多，认识人多，见多识广，见多识广。今天当着各位啊，好几百人啊，看一看我，看看您，看一看我，我这个言谈，我这个话语。光这个头发干什么？你头发不好看吗？好看，这不是自己设计的吗？贼帅，太帅了。哎，不要看我的肤色。这也是你的一部分。我一直听说能白的反光，黑也能反光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没说出来，但是咬不着啊。我这个言谈，我这个话语，这个举止啊，这个端方啊，不是端着四九方，我端着脑子都端不动。我这个抬手，那个动作，看一看我，像是一个干什么的。不是，说实话，烧锅炉那种稍微有点过分。剪刀洗头我都能接受，烧锅炉的。烧锅炉我不至于黑呀，挖煤也不至于黑呀，它不见天日啊，对不对？煤黑我蹭煤了，我一边挖煤。说半天，我也这有正确答案，那我也不好说了，这确实不太清，看不出来啊。我看您像个说相声的。不要别骂街。什么叫别骂街呀？你才说相声呢，你全家都说相声的，你爸爸说相声，你爸爸怎么还黑你呢？别骂街啊！真不去。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哦。那您是干什么的？看不出来啊。你笑死我了，是吗？难道你不会想我是一个陌生的职业吗？您的职业现在是忙着呢。撤点该上班。不是啊。哦，不是。自我介绍一下。哎，您给我大伙说的，我们也看看您是干什么。就咬着你就歇会儿，我叫我熏黑的，熏黑，我是一个干什么的呀？武道家。您干什么的？您别当着行不行？知道，武道练武术的。那不，
用枪，耍剑，耍剑，武刀，武术吧，武刀，武马大师，不是不是，我们讲的是形体美，形体，武刀。舞蹈，你也怎么说呢？都这么说。我是一个舞蹈家。谁呀、啊？我。您的名字是舞蹈家。舞蹈家怎么了？没看出来。不认识我。舞蹈家我不认识。提个人。啊，提个人，没准我会认识谁呀、啊？瓶子。瓶子。瓶子。栾云平。栾云平，他叫瓶子。你的身体的瓶子像话吗？不是，好该来了啊！不是，您说这是瓶子，不是蓝瓶啊，瓶子，我知道罐子，什么叫罐子呀？什么叫瓶子呀？杨丽萍，杨丽萍啊，你管杨丽萍叫瓶子。那你管杨丽萍叫杨子，杨子怎么还到车间了？这是杨丽萍，你是杨丽萍，我不是。那你说杨丽萍干什么？杨丽萍，我学生。咦，你也不怕闪着你那鞋套？鞋套？不会的，我鞋子大。像话吗？我学生，杨丽萍人舞蹈家，嗯，那么大岁数，你学生？我学生。不是，这个年龄也。你要说你是人家学生，那我还信点。不是，你看我干嘛呢？您这个模样啊，您这个肤色啊，您这个皮肤的状态，您大概也就在50岁左右。我长得那么嫩吗？又怎么了？我说少了。我就是今年70，非得活坎儿，你非得死坎儿，是不是？我今年啊，70左右。70了，不容易，知道吗？是，那您就不容易，不容易。70了，杨丽萍，我学生。那是。啊，我教的他孔雀舞。真的。来一个。但我跟那个可能有些不一样，我那是野鸡舞。你说我教的，您那是鸭舞啊？我教的，可能对我不太熟悉啊。确实不太认识。因为什么呢？我不经常在国内。哟，你还不在国内，经常在国外，是吗？哎，你说飞哥，你不歇会儿吗？这飞哥有点过分了，这顶天的，我就到这个越南、缅甸，不是啊，各位，经常生活在英国，英国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在英国啊？因为我的父亲是中国人。哦，是我父亲中国人，你们笑什么？我的父亲中国人，我的母亲是英国人，所以说我生活在英国，明白吗？大概其明白了，您看我理解的对不对？那你说，就是您这个情况，从这个植物学的角度上来说，植物。这个算嫁接，嫁接。从动物学的角度上来说，您这个算杂交。杂交。好一点的名词叫中外合资，就我们北京老话，您就是串儿。串好听。串儿好听。没事。你这叫我。混血儿啊！你会失败吗？大伙刚才看着您像中英混血吗？对啊。您像中非混血，中越混血，中怎么还连毛线呢？中越混血，好的，你思想有多黑？哎，真的，中英混血。哦。我经常生活在英国。经常生活在英国。对呀、啊。生在英国、哦、是吗？英国是一个很失身的国家。对，我不知道各位失身是亏了也是吧？什么叫很失身的国家？
英国有光脊领带失身。您在英国有光脊领带，你是得失身。您不想穿上点，我冷啊！真是，这在长春你就冻死了。领带还有别的呢？不是光脊领带，不失身吗？那叫绅士，绅士的国家。对，早晨起来跟人打招呼，得说英语。说英语，您会吗？会呀、啊。过了一个长得特别漂亮的姑娘，妙龄女郎，跟人打招呼，怎么打招呼？毛呢？那不是流氓吗？你看您姑娘怎么磨人呢？谁磨人呀？你不是猫腻吗？打招呼的猫腻？那是补的猫腻，补补的猫腻。您别怕补的，我跟你说，补的猫腻。打招呼。打招呼。补的猫腻。哪道跟流氓似的？哎，打招呼嘛，英国的路，抬腿我就走。有腿就行。英国的报纸拿过来我就看。这不叫本事。看不懂。看不懂你看着干什么呀？哎，你喜欢一种状态。我喜欢这种状态。英国的饭拿过来我就吃。这不叫本事。问问你，到了英国你会要饭吗？不是我疯了，我在国内活挺好，跑英国要饭去。要饭你不懂吗？那我懂啊，见过。长春不知道，北京我见过。咱坐过地铁，地铁里边有，就是背上音响，然后那腿就瘸的，拄那小板棍。你如雪的小板棍，谢谢。不是那个，不是那个，伊卡不是那个。要饭你不懂吗？不是要，你去那之后，我要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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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去吧，要饭。在国内这个叫点餐。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就是文化差异。哪有个文化差异、啊？点餐。哦，你给我介绍一下英国的大饭店。我行了啊，今天有去英国的吗？没有哈，今天没有没有。英国的大饭店，离远了看，是一个大花园，人家跟花园似的。走近了看，怎么着？有围墙，还有墙，围墙上面一圈玻璃碴子，玻璃碴子，上面一圈电脑。哎呀！你去那里是英国？英国？您这是英国的地。哟、哦，大哥过来人，那可不嘛，他们今儿能过来，真的就那样，您防止人逃单，防止逃单都用电法的是吗？好家伙，那就趁能越狱一趟，防止逃单嘛，在这个墙的正中间有一铁门，哦，铁门，哎，从这个铁门进去，院子正当中有一个杨辉墨的水泥池。这两个东西，这俩不一个东西，一个东西。杨辉不就是水泥吗？怎么说？什么怎么说呀、啊？杨辉墨的杨辉池子，水泥墨的水泥池子，好听吗？不好听。这个杨辉墨的水泥池子显得高大上。是，幸亏你不知道它还叫混凝土。杨辉墨的水泥池子。哈哈哈哈这池子漏电了。这个池子，杨辉墨的。水泥池子，晕死了。哦，您说完点英语吧，我说我没听懂。杨墨的水泥池子，在这个水泥池子正当中，有一根胶皮管子，胶皮管子滋滋滋往上滋水啊！哎呀，这滋滋滋的很滋水，怎么说就有感觉了？滋滋滋往上，笑话。你也是滋的，我没有滋滋滋往上喷水。哎呀，知道这是什么吗？不知道。露天浴池。你们家这玩意儿叫露天浴池？真的，我在那洗的澡啊。您在那洗的澡？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洗没洗澡啊？反正昨天肯定是没洗澡。各位，洗澡第一个步骤什么呀？脱衣服。我太讲究了，把衣服得脱。这是昨天你看见水了。脱衣服，把衣服全脱干净了，开始往身上打水，沾水。
试了呀，先开始啊，节约用水。先打湿了，还是抹东西？还抹东西？这个打衣服，打衣服。这衣服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衣服吗？香皂啊，香皂啊，那衣服好的，我老都不这么说了。这个打你老，我踹你！打我老？你不是你老吗？那也不如打我老啊！我老去世啊！你们对。这个胳膊伤的大爷，大爷。这个胳膊舒肤佳，一样。沐浴露，沐浴露啊，沐浴露。前胸什么呀？八四。朋友，你八四美白是不是太拼了一点？那、啊、你甭管了。后背，威猛先生。就说你后背上有一个威猛的先生。朋友，我吃亏了，你这是后面有一个威猛的先生，你给搓澡。哎，你听我的，你要带着你包袱滚。是什么啊？威猛先生是一种。对。杰特林，杰特林，我认我杰特林。有没有好点行？我看杰森，对，就是痛快。啊，去污的啊，去污的。这李氏的泡泡，哎，我那个不污了啊。李氏的泡泡，你看都做掉皮了吧？有点疼，打湿。李氏的泡泡，烧死你啊！搓完之后，这个时候开始冲，还冲呢？不好冲，好冲啊！冲还不好冲，一站。水一开，站着冲啊！不是，你那是淋浴啊，我这是胶皮管往上滋。哦，哇，这什么？我得去找那个水的落点。哎呦，是吗？好像作死了。我大哥，你现在看你后背是吗？
他能从你后边跟进去。太可爱了，我的天哪！赶紧出来！要说英国就是英国，好，里边建了个外头一样，是吗？也有一个洋灰墨的水泥池子，中间也有个胶皮板往上滋水，旁边好像还有些破泡沫。孙子，你又转出来了，你过去看看，那还有威猛先生等着呢，是吗？多心转多少圈啊？多少圈？半圈就进去了，半圈是吗？进来之后，有一个穿红衣服的人冲我走过来了。红衣服就是门童，长得不好看，是吗？真的不拿正眼瞧他，您领薪水，然后就膀胱这么一扫，膀胱，我给甩了一身尿，我怎么甩了一身尿？这太脏了，这太脏，你怎么能拿膀胱甩呢？膀胱怎么了？这不好，不好啊！没有，您太财气外露了。我没有拿这东西甩的，你看，你懂不懂？我不太懂。你来吧，我给你解释。膀胱，我给你解释一下啊，这个叫直肛。这个啊，叫直肛。这个叫膀胱。哈哈哈哈哈。每人都有俩膀胱，对吧？您有俩，都有俩。你俩可能比我俩白一点。哈哈哈哈哈。跟这没关系啊，这膀胱。我给你解释一下，双眼皮的膀胱。不是，这个国内啊，这个。这叫直光，直光，这个膀胱，不，都别拿膀胱看啊！这个叫余光，余光，膀胱是虽胖，装尿的那个，装尿的，你说你这块俩虽胖甩来甩去，谁挂俩虽胖啊？你说的知道吗？余光往里扫，你的膀胱不要轻易拿出来使用。你说这废话，这个事儿拿上，来，你看那把火。余光没水的时候哪里洗澡？都没水了，还得尿啊！您自己一小循环吗？余光没有中间通转差价。谁嫌脏？谁认识我？那是他一手，你自己来吧。余光冲他一扫，还冲我过来了，跟我要那个弹筒帽。你够脏的，弹筒都特别高级的礼帽，礼帽，你没有礼帽，礼帽，礼帽，没想到这破包，礼帽给他，他说给我放在衣帽间，都这样，走的时候给我，是礼帽。给他围脖，这围脖是套脖绳，谁家围脖这么长啊？给他脖子套，您那脖子也就这么细吧？给他眼镜，戴眼镜，给他隐形眼镜，抠给他。你给我眼珠子抠上，鼻子套，给他，这是什么东西？鼻塞儿，给他，鼻屎，给他，你要再给人家拿剪子，假牙，来，先生，给他，先生，您先等一会儿啊，您可能是干嘛的？这是饭。吃饭啊！您把假牙卸了，您给我拿绳条，牙床子，是不是有点过于血腥了？你怎么假牙？要假牙？对呀，吃饭了，您吃饭了，吃饭了，吃假牙怎么给？假牙不能给，假牙给我，你拿回来。哎，不是我。哎呀！哟，韭菜。小回去，哎呀，榴莲哦，榴莲单体，肥肠，哎呀，不是这英国怎么还吃肥肠呢？不是，哎，怎么这么巧？最后一个去了，哎呀，那您走了？怎么了？你吃饱了？你跑这给人洗假牙去了？
洗甲呀，自己都竖了一遍了，这才哪上哪？你也是了解我的饭了，我们再洗三遍，这只是在这个小菜儿。哦，拿一张面前点点用呗。这个时候开始脱衣服，啊，怎么还脱衣服？大棉袄，热呀，英国都没球都特别热呀，英国也招煤球族。啊，我给你送的煤。要不然我能不行吗？热呀，不少挣钱。人家那边烧锅里，我他们差点把我那锅里扔锅里头，热呀，热热，壁炉是吗？壁炉那也热呀，大棉袄，给他，哈哈哈哈哈，大棉裤，给他，大绒衣，绒衣，给他，大绒裤，穿这么些，大线衣。大线裤，我听这娃娃这是冬天呀。大毛衣，刚才外边洗澡没冻死他。大毛裤，给他。大秋衣，可以的。大秋裤，穿多少？给他。大内衣，给他。大内裤。你稍等，你准备洗一个是吧？您再洗一个吗？不是，您考虑一下，这是一个饭馆，饭馆，您脱得这么干净，人家别的食客看见一个黑不溜秋的东西走了，影响了您的食欲，那得脱得更多。那怎么着？不是黑不溜秋的一个人也不好。我穿上去，您稍微穿上去。你好，把你的秋裤给我。我怎么能穿点就行？穿上我的秋裤，迈步往里走。要不是您等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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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穿上秋裤，你手干嘛？哦，我这个秋裤没有松紧带儿。哈哈哈哈哈！穿的秋裤，不是，那您这就平时也这么转？平时我先裤衩这个，把裤衩给他了吗？行吧，把裤衩给我吧。拽着拽着，别麻烦人。拽着我的秋裤，找了一个沙发，往那一坐，显得我特别的绅士。您琢磨这个场景吧，光着膀子。身上啊已经被这个八四烧得不行了，后背上还有一朵烟呢，在那一坐，提着秋裤，这玩意儿绅士吗？这绅士啊！哦，您别撒手，怎么了？您一撒手就失身了。我坐下了，就都坐到这儿。这儿，这个时候开始点餐。哦，开始点菜。叫服务员。啊，得叫人。得说英语。那是。要不能让人笑。你再听听我。喊什么呀？这没有不好意思，你该叫，你该叫，你该叫。海飞，别捧，别捧，我没怼死你。怼死我干嘛？你跑屋里打车来了是吗？太飞了吗？开的出租车。哦，不太好吗？太飞。小二，小二，英语，英语。small兔 small 兔 small 兔吗 small 小兔二 small 兔小二吗你媳妇 small three 哈哈哈哈哈哈哈不是不是您叫 waite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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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响指 waiter 哈哈哈哈哈打不响您算了怎么了别打了 waiter能不能不要发出这种声音好不好？要不然录音很容易让人误会。你想的太远了。Waiter。对吧？Waiter。哈哈哈哈哈！你给这服务员一等是怎么的？这人等。Waiter。Come on。Come on， 这个。Come on，这儿。哈哈哈哈哈！过来一个。服务员过来了，说话。说什么？先生，您吃的啥呀？孙子，你迷路了。说英语，说英语。拿毛笔，先生。拿毛笔，你吃烩面呢？行吧，点点吧。给我来一个波兰地。那叫白兰地。波兰地，那叫白兰。波兰地，白兰地，波兰地。你嚷嚷什么呀？你干嘛不说白呀？我不喜欢那个字儿。不喜欢那个嗯好好那你点黑方吧这
就勃兰地，勃兰地，人头狗 XO， 人头狗，有头马吗？人头马，人头马，人头马 XO， 面包裹的酱，再给我来两块蒜啊！他冒的反义词儿。您前面点那个都算是正经能吃的啊，您后边儿你成点花酸，为什么来事儿？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饭店旁边就是一个舞厅，哦，跳舞的店，都闹是一个舞刀家，谁知道？都知道舞跳特别好，比方说有一个长得特别漂亮的姑娘喜欢跳舞，妙龄女郎，不好意思拒绝怎么办呢？啊，您很绅士，不能直接，就得吃蒜，把这个蒜上的底嚼嚼不能咽。咽之后拉稀，嚼嚼吐了，就有嘴里这个味儿。您拿一蒜汤普通糖没用。哎，你比如说长得特别漂亮的姑娘，或者请我跳舞，这个状态什么样？没事。你还听吗？穿上跟鞋，这能走一米六米七了。这是个姑娘，怎么瘸子了？这话你们这样吗？你们就这样。先生，请您跳支舞吧。哎，这在舞厅那么黑的环境下，也能发现你。这眼神真好，也是你现在黑的很高。我着吗？请您跳支舞吧。舞吧。不好意思拒绝。哦，不能直接说。就这样。二者之间会不会有什么联系？没有联系，没有联系。我跟你说，现在没有联系了。我说的那种啊，就是您可能也知道，就是那种。我不太清楚，你说。中间啊是一舞池，舞池外边有一圈沙发，沙发有那个巴沙爱巴沙发呀，有那个卡座。哎，对，然后霓虹闪亮的灯，然后台上面那个旁边有乐队啊，对，然后各种乐器，对，英国差不多。但那些乐器我都见过。有一个黄金做的小电池，见过吗？黄金做的小电池，黄金，你去是迪拜？有一个人在那尿，人给抽了，啊，把人叭一大嘴巴。黄金做小电池，什么东西没？就那个黄金做小电池，就那个超市老的音乐，哒哒哒哒哒，就他们宝宝，那音乐吗？您说那叫萨萨萨，不是小电池，就是那尿。尿完就不响了，你尿完那边给水淹了，咕噜咕噜的，都好，再吹泡泡。不行，吹不出泡泡。怎么还旁边还有那个什么呀？炸不断，这是什么？我见过，炸不断。什么？你哥们都疯了啊！炸不断，炸一宿。那叫小提琴，小提琴。对，旁边还有那个松紧琴，松紧琴。松紧琴，手风琴，真的看这玩意儿我生气。你生什么气啊？我没有松紧带儿啊！你给我剪一下啊！不行，那玩意儿人家就不响了，那口气儿了。最重要的啊，中间站着一个人，穿着一个屁股帘啊，燕尾服，打了一个蝴蝶结，手里边拿着一根银棍，嚯！你拿死个流氓吧，拿一个银棍，颜色的更，那叫指挥棒，指挥棒，他不懂，没人懂，他也懂，全都懂。谢谢啊。别乐了。姑娘，骂街就是你的不对了。骂街。
你别指挥了，你再指挥他还得骂你。别骂我啊！别别过来！你跟个行为艺术似的，不是您到底是干什么的呀？病上行不行？
吞的。行，您开心走吧，您坐着，我要求您放我，啊，差不多得您学，哎，行，这行，让您走。小姐，请您跳支舞。小姐，请您跳支舞，跳舞，跳舞，给我手吧。